边在森林行走边唱实修歌，他们是圣蛮书院的学员。16号一早，在中天寺觉昌法师带领下进行户外早课，环视森林步道践行。隔壁一道墙，脚踩落叶，手拿树枝，放眼望去，全被郁郁葱葱的树林围绕。走了半个小时，长达2公里的路程，终于圆满抵达莲花池畔的观音菩萨像。唱诵佛法，一旁还有鸟儿啼叫。在被树木环绕的中天寺践行，圣蛮书院学员不仅缅怀星云大师多年前披荆斩棘的建寺辛苦，也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，犹如人间净土。人间卫视澳洲布里斯本综合报道。